来，大家早上，咱今仔日就是纪念年台南市迎春的民俗活动凯彩街嘉年华会，咱的活动记者会。首先呢，来介绍咱今仔日出席咱的贵宾，咱有台南市政府、咱文化局、咱的陈全文委员。邱廷先生，哦，好笑，哦，啊，到我们台江国家公园南管理处，咱的贾处长贾伟雄先生，还有咱嘉南农林民生会的咱的助理委员侯明义，还有咱的副助理委员咱的蔡明辉，啊，以及各界贵宾。中华也有咱嘉南农林民生会的咱的管理委员会全体委员、监察委员、信托代表，大家好，大家早上。咱记者会开始咧，首先要来邀请到咱台南市政府、咱文化局、咱的陈全文委员邱廷先生来上台，来给咱点点几句，谢谢。咱新美庙王主委，啊，咱台江国家公园谢处长，啊，个咱新美庙所有的执事啊委员，大家到早，大家好。我首先代表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吼，啊，感谢咱王主委带领的咱新美庙所有的团队吼，伫咱市政府文化局里举办迎春的活动，吼，互我上届大个帮助甲协助吼，互咱这个活动愈来愈热烈，愈来愈热闹吼。我想伫个管制那边进行，吼，伫个清朝其实咱拢有来做这个野村这个活动，但是伫个日本时代去建楼这个活动拢来中断去吼。但是咱啊，拄我王主委讲，吼，咱土城阿嬷有特别交代，咱新美庙爱甲这个野村这个活动好好甲延续了。所以咱新美庙其实伫个咱个土城庄家拢做这个野村有这个游街活动。啊，因为这个活动一直咧举办，来累积足济的文化的一个情谊吼，所以文化局伫个一百零二年嘛，嘛改列为咱台南市重要的民俗活动，或者嘛是伫咱王主委甲咱台委员的努力之下，变成咱台南市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民俗的活动。啊，所以伫个2016年，文化局感觉因为合并了台南市，咱除了有咱都市的文化了，咱阁有其实。以前台南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吼，咱有足济农作种植拢伫个原来台南县，所以感觉野村即个活动应该来改恢复，啊啦得到咱吼王主委甲咱新美庙吼各位执事的支持，所以伫个咱伫个2016年就扩大伫个台南市伫个咱个东门城来做即个迎春的活动，啊，当然即个过程。哦，受到咱土城新美庙吼足济的支持，所以咱包括顶头的出灯，咱要去市内游街，包括足济咱做春舞吼做盲绳，其实这有足济民俗的考究，包括伊每一冬的牛头的色、牛身的色、牛块的色、牛肉的色，甲咱盲绳的色变啊清查，其实这拢甲咱的。24节气，跟咱每一冬的吼五行吼，金木水火土拢非常非常多的关系吼。因为去年我来幸运来参加咱入五宝的这个活动吼，听咱道长，伊每一冬拢讲，伊每一冬所做些物件拢累积。我想在这十冬后，咱来共同来办一间迄个野村舞的活动，一定会足趣味吼。而且我相信，伊累积起来文化资产非常的丰富。我当讲是因为大家斗相共，所以予咱市政府这个迎春的活动，每一冬每一冬各界闹热吼。啊，今年咱同款吼，在咱新美庙的支持之下，甲帮展之下，咱继续要来做迎春的这个活动。啊，要圣诞节过年了，要来做一个吼游街彩街大盛大的活动。哦，啊，而且咱今仔特别。举办记者会，把这个好的活动介绍，让所有市民朋友知影。嘛，希望到迄天会能到阵来一起迎春鸟，啊来采街，把这个活动更加把它影响力扩大出去吼。啊，再次代表咱市政府文化局，感谢咱王主委，甲咱所有的团队。啊，即个嘛，就是咱台江国家公园吼，伫这个活动也给我们一起来协助帮忙吼。再次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咱
咱文化局，咱的陈总委员，啊来跟做一个上好的这个指导吼，啊加勉励。啊，再次来邀请到咱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，咱的贾处长，啊来跟勉励吼，来搞指导一下贾处长。那个管市政府的这个文化局的陈专委哈，啊，按县某庙诶王主委加这个安蔡副主委哈，加安遮各位的委员，加各位这县某庙的一寡重要干部，还有按其他的新闻记者的好朋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，今仔日也足欢喜啊吼！有这个荣幸来到咱这圣母庙吼，这样全台湾上大的一间圣母庙啦吼，妈祖庙吼。啊，我顶个月26号才来这报道吼，啊，顶个有来这吼，受到这王主委的邀请，特别来参加这个记者会。啊，拄啊，按文化局的陈专委啊讲啊吼，这按这元宵节春牛吼。的这个采摘活动，这个已经是在2017年就登陆为这一个台南市很重要的安全文化的活动。所以我会想起讲，我较早是按金门的国家公园过来，吼、哦，按这个摸春牛这种的活动吼，代表按一个地方的重要的一个文化的活动，这有是一个历史的感觉。在金门有一个叫做杨新红，伊有340几年。我相信按这个圣母庙这个摸春牛这个活动，这个文化习俗哈，应该是超过我看超过以台江历史来看，至少超过70年、60、70年超过有啊。哦，我是问说，但是会使按来再想，这个活动已经登记到重要台南市的民俗活动。安尼按信步庙安尼一年一年一年办落去，实在50年、100年，你大家想看嘛？这一个这重要的文化活动，予咱在地的子子孙孙拢会用体会到按这个先人的辛苦，然后了解按民俗的一挂重要的活动。太平啊，应该是王主委会用介绍讲按这个春牛这个一挂重要的意义啦，吼。啊，阮今年在台江国家公园咧，会甲圣母庙吼合作吼，有推出一个这叫做摸春牛的这种吼，这个黑皮这个保佑吼啊，这个圣祖保佑吼妈祖这个摸春牛的这一个春牛真皮的钥匙圈啊，这个也是配合今年的一挂春牛的一挂颜色吼。来做一做，这是正牌的啦吼。啊，伫元宵节时阵吼，安排啊这个活动呢，吼，伫咱家会有差不多600份的，这个钥匙圈呢，可以有大家赠送给大家，吼。那王主委因都会在加码赠送啦，吼。所以希望讲各位讲伫新春元宵节时阵吼。来加这个摸春牛、摸春牛哈，还有这摸春牛讨吉利啦。我们这个吉利话也在后面哈，你后边有写哈。太平啊，要注意来替大家介绍这个哈，我就不讲哈。啊，另外，阮伫迄个元宵节时阵哈，毛一个这个花灯，哈，这个黑皮的这个花灯，哈，让大家在一些小朋友、弱势家庭都可以。跟大家一起哈，会当提着灯笼，吼过元宵安尼啦，吼。啊，这伫迄李干事啊，啊是咱圣母庙，啊是伫咱台江的国家公园管理处遐，吼，就是咱台江学院遐买单安尼，吼，当摕到这啦，吼。啊，数量有限，吼，大家透早来排队就应该摕到啦，吼。那过年期间呢，阮台江的项目遐，也是特殊的一个高脚屋的建筑，嘛是咱目前吼按安南区遮上重要的一挂阿伯阿姆啦、少年的朋友啦，拢会去遐打卡，
吼，那特殊的造型跟融合地景的造建筑物吼。过年期间嘛，欢迎大家去阮台江国门吼，踅踅吼。啊，伫遮哦，祝福大家吼，这个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嘛，祝福安的圣母庙遮的彩节活动热闹滚滚，多谢大家。非常感谢，感谢，感谢着咱台江国国公管理处，咱的谢处长啊，做一个详细啊，来甲咱的勉励安尼吼，也甲咱指导。在座嘞，来邀请着咱正统农历五圣母庙，咱的主理员王明义来欢迎各位，以及来感谢各位，王主理员，请。感谢，感谢咱台南市政府、咱文化局、咱的陈专员，搁有咱的处长，搁有咱的长官，咱市府遮的干部啦吼，啊，搁有咱上尊重咱台湾国家风景处咱的社处长，啊，咱的吴雄兄，搁有咱就咱的处长科的，咱的科长啦吼，甘伊真大家啦吼，啊，搁有咱圣母庙所有的委员代表干部，尤其是咱的副主委，咱的蔡炳辉，啊，搁有。咱上尊重的，咱遮的媒体先进啊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甲即马社处长甲我讲一个，害我紧张甲呢，讲安尼，我想讲伊要先讲一节啊，啊我背一节啊，尔呢，哦，讲安尼，但是哦，真感谢，感谢咱的社处长啊，今仔日呢，下当哦开着这个记者会。佮包括即个野村湖的活动，会当安尼连续来安尼甲举办。即第一个公事是咱台南市政府咱的文化局，啊，尤其咧是咱的叶局长、叶泽山，佮有咱文化局遮一寡遮的教授、佮遮的校长、遮所有的专员来帮忙，到今仔日啊，即个文化资产，即个遮好个历史个文化，甲会当甲留伫咱台南市啊，即功劳拢是因个啊，吼、哦！啊，过来要感谢，就是咱正统六里门信宝庙，咱个六里门妈，吼、哦，咱个六里门妈，迄六里门妈已经伫六十六年个时阵啦吼，伊就来就甲指示咱个土城啊，咱个地主啊，啊，庙遮个叔叔老大。我咧交代一个吼，历史文化一定爱甲我传承落去，一定爱想办法甲这个文化甲我留，吼、哦。所以咧，咱的雅春湖游行，按民国66年，咱土城就开始来办这个活动。啊，这个活动以咱的周天子的时代就开始啊，这就是象征咱的皇帝。哦，即讲系热热腾，爱讲三暝三日讲袂了，我著简简单来甲收缩起来。伊三千几年前，吼、哦，皇帝来咧编春符，伊个意思就是要叫大家吼，啊，新春已经过啊，大家爱收心得来，大家爱属龙工商，吼、哦，啊，较认真拍拼安尼个意思，啊，象征会当捡到即个春符吧，内底个东西干五谷，就是会当互你一年。四分拢会当大赚钱，啊，厝内大事会当平安，互人哦咧定民心啊，定民心。啊，你啊看咧，咱落你问嘛，看偌厉害，这个活动才好，这就是代表这个文化甲老的，这个国家就会当安尼来强大。这是这个意思呢。啊，大家拢想讲啊，啊，这个像迄个采摘啦，啊是咧，恁大家过年时啊咧闹热，唔是。妈祖伊个意思是要代表咱这个国家足强大，吼、哦！啊，人民拢爱认真拍拼，拢会当过着好日子。这个遮遮尼有艺术，啊，遮尼厉害个物件，妈祖以前迄阵就开始加投个。所以呢，咱土城、咱圣母庙遮个叔叔老大，以及咱个主委、副主委遮个委员。甲想尽办法来硬拜托咱的台南市政府、咱的文化局遮的一挂长官，啊，尤其咱的叶泽山局长，事实讲，
好，我逐行去到倒拢甲学了，佮包括咱文化局遮个专员呐，遮个校长，遮个工作使者，好有够热心的，实在吼，学了按一摆赞。这个物件咧，像讲哦，今仔日哦，我话来讲哦，爱讲三个三字，我安怎做头话哩？我评论今仔日安尼讲啊吼，这个春雨感，春雨感就是咱精神哦来出世。甲即马庄园讲哦，安尼今年好天哦，我讲唔是安尼啦，春雨感伊就是专门咧热天啊，伊就精神哦，专门咧甲天做对的。今仔日伊穿鞋啊，就是今年。吼、哦，咱的今年雨水会特别多啊，会特别多，伊就专门咧甘天咧结的啊。啊，你看咧，咱的这只牛啊，今年有够用，像迄水牛的，吼、哦，你也看足霸气，吼、哦，足霸气，代表咱的今年，咱的国运会当昌隆啊。吼、哦，刚看这只牛啊嘛，知影，迄只强的，你也看伊的冠，伊的四角代表咱的四群。伊个咧，长个有八尺，就代表咧咱个八节气啦吼。啊，你啊看，咱个蟒蛇，伊个身高有三尺六寸五分，代表啥？365斤。牛尾十二节，就是代表咱一年十二个月，跟咱时钟咧行，即两三时我都七八九十在十二，就是十二个时辰。这象征就是安尼。即我无爱甲咱的局长抢，即我要甲老位陈文成，咱2月16，咱哦邀请市长跟咱的文化局长，咱甲文化局要举办咱陈文成祭天，即甲来互咱的局长来甲咱解说，即我去甲抢伊哦。我感觉歹势，啊！即马吼，咱的国家高雄，咱的社处长有讲哦，啊无安尼啦，等下甲叫诸位来介绍村民伊的一挂吉祥的工作。咱南农历，咱的1月7日，卯时会甲开工，咱的蟒蛇甲村民，这只村民，规只村民开工了。拢足有贵气。譬如你若望到牛头，你子孙啊会出头；望到牛角，你财产稳达达；望到牛尾，你会春家伙；望牛耳，你金银财宝甜；望牛嘴，你会大富大贵；望牛栏，你会春骨啊10亿万。规只春牛你甲望透透，你子孙啊永远自然就到。规只春牛拢有贵气咧。哦，啊，今仔日咧。多谢咱的所有的记者先生，我嘛要借着这个机会，甲恁讲，咱鹿里门嘛真正有够灵蛇，这800多年的历史啊，这大家拢知影。但是咧，伊农历的10月7日，恁吼一定爱吼楼顶招楼卡，厝边头尾啊，去招阿爸、招阿母、招阿公阿妈，一定爱来信宝庙过着这个七彩平安桥。这个七彩平安桥是台湾全省，是咱信宝庙龙里门嘛创立的哦。这是领着天子地令，会甲你消灾解解的啦。吼、哦，这个好处，恁人工来，我甲吼好好啊，甲恁讲解啦吼。今仔日要甲恁吼一个好消息要甲恁讲，以这个2月16日，咱10点要甲咱台南市文化局，啊，由着咱台南市长。咱黄伟哲市长来丹凤城来祭奠，啊来春牛要来游府城，吼、哦，要让咱的府城会吼天佑台南啊，吼、哦，好游过的所在哦，你若来甲望到，你拢会大富大贵，吼、哦，好，接落来，就是咧，咱2月16日府城春牛游府城游好啊，吼、哦，咱的。回来咱的大庙，按12点，吼、哦、开始，咱的宫廷就拢有艺文的表演，有艺文的表演。到到6点呢，咱的吼、哦、在万人梯顶夜春舞游行的嘉年华就开始啊。到到这个8点20，
咱就要来变春牛，抢春牛，吼、哦，会当抢到这个春牛肉，讲到这个好吉好吉话，吼、哦，这春牛肉也抢断的，放在你的财库里，财库就是你的保险箱啊，迄、那个生钱哈，啊你啊吼，从哦做事的做农的这個。你若去甲抢到春牛肉，摕返去吼挂金，摕返去甲爷爷小小囥在你的园，你的园拢会五谷丰收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饲只的绿雀的，吼、哦，甲处理你的，啊嘛是绿雀的兴旺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规只春牛，毋是敢讲有贵钱尔，抢到伊的物件，春牛肉，五谷当钱，嘛是拢有够好。话莫讲伤济，讲伤济煞，大家拢在同只硬迄落。我留一挂话，临工哦来谈问上甲讲啊。多谢今仔日咱的专员、处长、所有的媒体先生，搁我尊重的新北市咱的副主委、咱的委员、监察代表同志，而且代替到恁母妈，甲恁。恭喜恭喜！恁大家会当金猪年行大运，嘛要祈求六里门嘛会当保佑全国先生代德，会当脚行手平，富贵当命。最重要的，互恁身体健康吃百里，互恁万事如意大赚钱，好无？好。嗯，好。经营无同啊，感谢来信报名，干妈做开讲的，多谢，多谢。谢谢。感谢咱本庙咱的王主委啊，做一个详细的这个介绍。恭喜恭喜！嗯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好这样啊。站。谢谢 ，OK， 哦，多谢。